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好。为维护电脑教室环境品质，请各位配合以下注意事项。第一，教室内禁止饮食，如有尚未食用完的食物、饮料，请放置入口处空桌。第二，下课离开时，请将随身物品与垃圾带走。第三，学生证可于上课期间 B 卡进入教室。第四，若有遗失物，可至资电124找工读生协询。第五，最后一位离开教室的人，请您随手将电灯及门关好再离开。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。